十二月十五号，老者们官微大大发福利，一次性的晒出了九张片场花絮照，让各家的粉丝宝宝笑到简直合不拢嘴。照片里，陈伟霆穿着那灰色西装，帅的也是没谁了。等等大王不愧是网瘾 boy 一枚，让造型师打理发型时也是不忘刷个微博，手机根本不离手。而脑公赵丽颖则双目灵动有神，神情笃定的听导演讲戏，只是手里拿着那面小镜子似乎暴露了。影妹子，你这一边补妆一边听导演讲戏，也是实力爱漂亮呀！你以为福利就只有这么多吗？眼镜的小捞还在角落里发现了小可爱一枚。赵丽颖穿着白底红花的长衫，天啦噜，这侧颜那还是那只刷包搞怪的小绵羊，简直就是新晋禁欲男神嘛！除了几位爱豆们，照片里还有无力辛苦的工作人员、登高爬低的摄像老师，看到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如此敬业的剧组，想必老九们也一定会是良心之作吧。芒果罗新闻，陈等等和张艺兴，小看门像先天哪一个呀？报道。